贵州遵义的柴火胡辣椒面，老乡们，整点儿去尝哈儿嘛，又香又辣，下饭得很喽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贵州人对辣椒的感情，是一种相濡以沫、患难与共的情谊。就像贵州菜和蘸水，胡辣椒蘸菜。这几天我们农村的菜台去搂搂，这种菜台哈就要蘸种胡辣椒面吃，因为它就是胡辣椒面，又香又嫩。不行的话，高点去试一下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得很。你们看，我家的辣椒面安逸不？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，搞点来吃不？安逸。你们看，我家这胡辣椒面今天才现做出来的哈，咋办不嘛？要整点来搞不？安逸得很。